来这边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台蛇腹相机，它是1940到1950年日本西田所推出来的蛇腹相机。那这台名字叫 Wester， 那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点，就是它能同时选择两种格式的底片拍摄，645或是66。那120上面的话会有很多种选择。那这台只需要再整理一下快门，就可以让你一次拍饱饱。